福兴福报传长黄耀辉对社区的营造非常的用心，为着要打造更加侪观光景点，协调企业提供场地，伫咧坎地啊顶面装饰真侪由废弃车辆所做的造景，提供予游客休困观赏。这用废弃车辆所造成的造景是非常的特别高水。为了引吸更加侪游客来个福报佚佗，船长日前是开始打造这新的景点。做这个点就想要注意游客，因为伫这较风高野外，游客足侪来赏鸟，也想采花，也想来看采花的人，拢无啊多人，无一个所在休困。啊，当这时我就是甲台面长的林董事长，我甲伊讲，甲伊建议讲，啊，无咱这点来用作咱的一个鹭鸟采花村、甲赏鸟区的一个中继站、甲湿地的一个中继休息站，啊来。然后再慢慢来推广讲咱电影产业以及咱的福兴的家具来进驻。这景点内底的造景大部分拢是利用废弃的垃圾所做出来，唔那美观，而且嘛环保。采用咱废弃的轮胎来做造型，比如讲咱的轮胎钢铁人啊、轮胎山啊、轮胎山车、轮胎 F1 赛车，全部拢是以废弃的轮胎来用作。当初时，咱想着讲要用作这废弃的轮胎要用作呢，因为废弃的轮胎即马一般环保都上无咧收啊，一般工厂就是无咧收。伫个咱这社区了，伊会产生病霉蚊，对社区一挂环境卫生拢真唔好。所以我就想啊，既然甲有这会危害咱砖头的物件伫咧咱社区，我倒不如甲伊摕来用作一个景点出来。村长黄耀辉讲，目前社区还佫有几个景点佮活动正咧规划佮建设中，未来希望佫较侪人知影林谷的故乡，并且吸引佫较侪游客来佚佗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、福兴采访报道。